每天直播到几点？就半夜吧，午夜这样子。有点卡卡。我刚不闪的话，他好像会挡我，还是得闪。赚了，我感觉小亏，就先过去。剑姬刚应该是没闪，我记得是。剑姬还有闪对吧，大伙？回头就开大土。这种先我建议他大火推。我被推了，大火推出了。帅。
被他打了，真是。好惨的，真是。 他不是不用 W， 他是跟你们讲话。哎呀，他不是不用 W， 他用的也，他用不用都是，他已经用过 W 短了，哎，短了，这是，哎，这线能控到他爆仓，短了大伙，TP下来，TP下来还是爆仓。 十分钟，这不拆的。哎呦，我还没吃到，拆了干嘛呢？这德莱文在干嘛呢？30刀德莱文，开始了。
这王者局了。 上次我打五星的把也是有一个中路爆破偷钱的杰斯，然后这把又是一个40刀德莱文，他补刀他就补了刀就回家，补了刀就回家的，他也不打。 太不知道给谁赢了，他不知道给谁赢了。
17分钟洗蓝刀都没有。 我在玩游戏，他在等我一款。 满天飞雨。
对，冰城海妖卡特的吗？ 打架。 丢大招清兵。
这赛季不是真难打。你老说。嗯。突然听了你直播间。